我是电玩战术配的编辑奶哥。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来这边看我们的主阵的，但不好意思，你们要失望，这个节目叫做边玩边说。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编辑在玩完游戏之后会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对于游戏的想法。那如果你们是来看主持人的，那也不要担心，因为主持人就从来不会在电玩宅速配的频道里面缺席过。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魔眼世界游戏中14种武器各异其趣，把把玩起来也不一样。但这边想分享的是，我很享受在战斗中每分每秒都在成长的感觉。简单来说，这游戏好玩，不管你拿的是哪一种武器，都需要透过实战经验，掌握魔物的斜线与攻击模式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攻击方式，在他跛脚或疲累的时候给予致命的一击。这种学习后征服的成就感是其他游戏中少见。说到这边，当我第一次捕获角龙的时候，我还忍不住握拳大吼：“呀！”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跟魔物猎人相见恨晚。而与魔物搏斗的时候，远远绕着他观察，找到空隙后进行攻击，让我有一种玩格斗游戏再力回的感觉。除此之外，还强迫玩家仔细观察魔物的习性，甚至是其他龙种乱入的时候，还能看看打赢打输的是谁。就像我每次打泥玉龙都看到他输给土沙龙一样，这让我更了解这个地图的生态系。所以这个世界呢，它的生态圈极具说服力。那这也就引导出我认为这个游戏非常优秀的第二点，就是它世界的丰富性。魔物猎人世界能获得如此广大的好评，当然不止因为优秀的战斗，解析度不再模糊的魔物猎人，加上以魔物为主的生态圈映衬的地图环境，让整个世界非常有说服力。甚至当我坐了离荧幕近一点的时候，好像都闻得到沙漠的干燥，还有沼泽的湿气。不得不说，这一次的世界真的做得非常有诚意。说到这边，游戏中有需要找魔物脚印的脱台前主线任务，虽然用意是鼓励玩家多多探索，但这种把玩家丢到地图中当无头苍蝇的任务真的只有烦而已。反而是回收龙蛋的支线任务会让玩家更深入的研究地图动线和生态分布，这一块真的有点可惜。但是与朋友出团狩猎的乐趣相比，这点无趣仍然瑕不掩瑜。说到跟朋友一群狩猎，是我对魔物猎人的第一印象。当初在 PSP 全盛时期的时候，只要是经过台北地下街的人，我相信都看过一群人蹲在那边出团狩猎。当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震惊，但是同时有点羡慕。我非常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偏偏我身上他就是没有 PSP。这一次总算跟上了这一波，每天在线上就只为了跟朋友一起狩猎，过程当然非常愉快，一场30分钟的狩猎感觉就像3分钟而已。但是随着主线任务接近尾声，我却开始舍不得破关。我没有特别喜欢打宝刷装，但这恰好是魔物猎人的核心。对于只想要体验不同战斗的玩家而言，破关一轮之后，唯一持续游玩的人，大概就是因为朋友还在玩吧。毕竟，不论是你想凑齐哪一套装备，或者是想要打哪一个龙，这些动机都比不上朋友今天问你一句：“哎，今天晚上你要不要上线啊？”而魔物猎人的成功，玩家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不可忽视。这一次回到家机平台上面发售，虽然已经在市场上取得优秀的成绩，但我目前玩超过了50个小时，虽然有被优秀的游戏性所吸引，但自认还没有感受到当初向往的那一股社群凝聚力。现在当我在线上说：“哎，明天我还要上班，就先下咯。”大家互道晚安之后，我关掉 PS4， 跟线上一起狩猎的朋友好像就断了联系。上面这些并不是说游戏不好，相反的，魔物猎人世界非常好玩。就算不喜欢打宝刷装，跟我一样只玩主线任务，偶尔跑跑支线，游戏时速仍然可以轻松突破50个小时。我也觉得很荣幸，第一次接触这个系列就玩到集大成之作。短短3天，出货量就达到500万套，而且平常已经不玩电动的朋友，突然间又纷纷拿起摇杆。Facebook 和 YouTube 上几乎都被《魔物猎人世界》洗版，真的有一种在竞技场打滚多年的瓦里安回到暴风城的气势。想一想，用瓦里安当比喻，好像又不太吉利了。但是我相信《魔物猎人》并不会因为社群的变动而消失。接下来会怎么样透过线上的更新来培养新世代的猎人呢？就让我们看下去吧。好，所以以上就是这次边玩边说的内容了。接下来
不管像是三国无双这种新的游戏，或者是去年的恶灵古堡，或是人中之龙。好，刚刚讲到恶灵古堡，他妈，我们都会想办法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心得，还有我们的想法。这次因为魔猎人还有制作人石本良三先生给我们的签名，我们做了这一次的专题。那魔物猎人呢，我最喜欢的就是飞雷龙，他的尾巴不灵不灵不灵的，每次把他尾巴打到鼻塞，我都觉得啊超难过的。那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个魔物呢？在我们留言下面告诉我们咯。我们下一次的迷惘边说就再见咯，拜拜。